最重要的，我从他的这个所有的发言里面啊，
近距离观察，他从来没有去批评任何一个我们自己人啊，所以啊，他气度啊非常的强，他高度也非常的重，这就心心念念的就是为了捍卫我们中华民国，让中华民国能够永续发展、永续存在。只有在2020元月十一号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大家说对不对？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的欢迎大家到新竹市党部来，因为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很周到的来招呼各位，非常的抱歉啊。不过呢，大家有看到我们韩国瑜，大家爽不爽啊？爽！好，那我废话少说了哈，那就请我们。来拜所有的庙，然后当然在每一个行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他因为时间很有限哦，他要拜托我们大家等一下安静一下，请我们韩总统啊，哦，来跟大家讲话。最后还是要拜托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总统一定要支持我们韩国瑜哈。感谢我们女执委议长，还有说党内的先进同志，给政前这一次机会出来听新竹市立法委员的选举。在这边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件事情，我们2020年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是谁？韩国瑜。跟各位说一个小秘密哦，他其实是我政大东亚所的学长。好，我们一八级的学长，然后其实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优秀，政大东亚所在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绝对是第一把手，所以自从我们韩国瑜市长开始听市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好多抹黑、抹黄、抹红从来没有停过，什么土包子、草包什么都有，菜包。我想在接下来剩下不到5个月的时间当中，这种抹黑、抹黄、抹红肯定会继续，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立场，团结一致，继续支持韩国瑜，好不好？好。支持韩国瑜是总统府，好不好？好。支持国民党重返执政，好不好？好。总统支持韩国瑜，新竹市立委拜托，请支持郑正乾。感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好，关键的时刻就到了，拜托大家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总统提名人韩国瑜。韩国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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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韩小姐，我也是韩总，谢谢我们李主委、徐议长，谢谢我们余副议长，还有我立法院老同事我们郑哲市长，还有我们童市长、谢前议长，还有所有好多的议员，还有我们郑正乾立法委员提名人，还有远从台北赶过来为我两肋插刀，特别来帮我的周习伟胡哥。听我的哈，韩国瑜，
还有各位代表会的主席、里长，各位我们新竹市所有的基层的、所有的党内先进同志，还有新闻界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我们正在前说，我是政大东亚所，我们两位先后毕业，是研究两岸问题第一把交椅。可是我忘了跟他讲，现在民进党抹黑我，都说我是草包跟土包子。前一阵子，大概台湾政坛也没有像我这样的被抹，整整打了两年半，台北农彩一路打到现在。打到现在，我都基本上没有骂过什么人了，我已经被骂了两年半，抹黑、抹红、抹黄，抹得一塌糊涂。然后前两天是抹打麻将，四个人打麻将，中间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我本人，然后不还钱，一直抹我打麻将，人又在国外。我觉得那跟玩积木啊差不多，是小朋友在过年也被磨。下礼拜要磨什么呢？昨天有好朋友跟我说，小心哦，我打麻将磨，我抱女人，我喝酒已经不够了，现在要升级了。我要升什么级啊？要吸毒了。所以下礼拜还会变吸毒的。各位，新竹的所有我们好朋友，我们要思考，到底台湾的政治要走到什么方向？到底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真的，我很多的感慨。几十年来，我以前跟林政子的市长在立法院，他是很优秀的，代表新竹市。新竹县呢，那个时候的立法委叫郑友金。我们在立法院那么多年，我的感慨特别多。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优秀的民进党的立委，我们是发自内心尊敬，虽然政党不同，理念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尊敬你啊。例如我们的立法委员过世的卢秀一，例如宜兰县的陈定南，例如宜兰的黄黄雄，这些立法委员我们是很尊敬的。例如在花莲选出来的黄信介，我们是很尊敬的。我们理念不一样，政党不一样，台湾走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最重要，我可以尊敬你的品德、你的操守、你的人格，还有你的理想，我可以尊敬。今天民进党台面上这些人物，我们的感慨，当年叫出勤政爱乡土青年、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不见了，真的不见了。现在我重新给他七个字：贪污、腐败、爱权。我们以前的印象中的民进党已经不见了，这是我们很大的感慨。所以2020年，你想想看，我是新北长大，家住在云林县，现在当高雄市长，花莲当兵，马祖当兵，我这一生跑了多少地方？从都市到乡村，从农村到眷村，各行各业我接触多少人这段时间。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报告，好多台湾人民这几年过得好辛苦，好辛苦，真的是不光是现在辛苦，最可怕他们看不到未来，真的是害怕。以前我们年轻再怎么苦，当兵一个月薪水450块钱，买的牙膏，买的肥皂，然后剩下300-400块钱，大概礼拜六礼拜天把马子喝杯咖啡，看着电影就没有了，苦得不得了。可是我们知道未来会很光明，未来台湾会有前途。我读大学，白天读大学，晚上当警卫，骑个野狼摩托车，我还是很苦。我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台湾前途充满光明。现在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太可怕了。要跟各位新竹县所有新竹市所有的乡亲报告，2020年总统绝对不是选一个政府，不要搞错，美国是川普总统，政府
他上一个政府叫做奥巴马政府，再上上的叫克林顿政府，日本叫安倍政府，菲律宾叫杜特地政府。但是2020年，如果我们国民党没有办法重返执政，我们就不是一个蔡英文政府的问题，我们可能连中华民国都保不住了。所以2020年是我们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对不对？相亲讲，真的这三年半经济这么差，各行各业怨声载道，两岸关系紧张的不得了。我们希望总统蔡英文很英明、很睿智，带领我们走向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道路。三年半，现在带领台湾走向台湾危险、人民贫穷的道路。所以各位新竹乡亲，我再说一次，不管你银行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少房地产，不管你保险箱里面有多少钻石跟黄金，你没有办法改革政治，因为你没有武器。你要改变台湾政治，要改变台湾未来命运，你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选票。一个小老百姓再有钱你都没有办法。各位新竹乡亲，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2020年1月11号，我们自己的子弟在新竹推出的立法委员郑政乾，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好不好？好。我们支持自己的立法委员，我们支持自己的总统，好不好？好。让我们把选票集中起来，让我们把选票爆炸出去。让我们全力来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立法委员候选人郑政乾全力拉票，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心手相连，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为我们下一代，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谢谢，谢谢。党员同志先进，我来帮我们总统提名人来喊当选，好不好？好。来，国民党，韩国。